蛙姐，你平常会比较欣赏什么样的男生啊？哇，这是你喜爱的。觉得这次的危机比罗哥那次还高。因为我爸妈是讲说年龄不是问题，然后其实现在很多就是这社会有很多姐弟恋，那我觉得我他那个好明显，那个肌肉的线条非常明显，非常厌恶，就是说我们很厌恶挑眉，就是眼嘴可以接受到，那嘴唇上面这一条肌肉，你想开始开小朋友，没有没有很小，我你一直说当完兵的，我觉得可以考虑。什么可以？我是觉得你年轻了点。哦，我可以，那我可以装老一点，比如说老一点，戴墨镜啊，或者是对留胡子啊。不是，不懂女生的美感，还是因为你实际上你的年龄就是那么年轻。我觉得，因为我有个女儿，现在我一个女儿在国外，我不介意。不是这些，不是。我跟你讲，不是这个太经典了，是我自己。我有压力，我要带我的女儿，我要养她，谁管你接不接我？你一定有经济压力嘛，你一定有经济的问题，我还帮你，我的养我的女儿的我都来不及，我还在养一个儿子。不是不是，因为康哥说，康哥说我其实，如果你不接的话，他说我跟你蛮配的。没有，你耍走，你耍走。一个愿意的父的，不是不是，也听我。他看你我都 OK， 可是你现在你这样子，还是我是我前辈，什么叫做我说你们很配？你想把我害死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小姐，我们在录影。小姐你好。咬牙切齿，哎，之后就越坐越靠旁边，你们都看到了。哦，看到了，一清二楚。我心里想，我心里想，你为什么溜那么跑了那么？啊！我掐死你！我掐死我不要了啦，好丢脸哦！哎，我在演艺圈这么多人，竟然被骗了。我吓死。对啊，像花姐自从新床之后呢，心都碎了。那你又是谁？我是心理专家，心理分析师。然后一路在分析，他会看你的动作，比如说哦，你有防备心啊，让你开心，然后你的脸部的表情跟你的肌肉抽动，他都会指出一些原因。我是荧光幕上的我。所以在某些数据。所以不是，所以我在荧光幕上并不是看我是。对，其实很多艺人表演跟私底下是不一样的。嗯，对。但是被还是被你骗了，这一点呢、啊、就跟处女座就不一样了。你还会被骗啊？不过今天这个小花姐这个实验太成功了，开心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的节目又再度的哈哈哈探出很多的人性，哈哈哈成功。欢迎谢谢，欢迎欢迎欢迎。